怎么了，妈妈？我想出去玩，可是我没有衣服穿，怎么办？那我给你找个衣服吧。好的呀，我想穿一个运动服，我要出去打篮球去，你给我找一下我的运动服好不好？先给爸爸找。行，先找他的爸爸，再找他的衣服。打球吗？对呀，我要打球去啊。打球。找他的衣服。不是打球。你能给我找到吗？能。哇，他爸爸已经穿好了，准备好出发了。还有小兔子的衣服呢。找到了吗？嗯。还有妈妈的小裤子没有找到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小裤子在哪里呢？这个对吗？对。我要出去玩喽，谢谢你。